利用那个 PowerPoint 哈，录制，好，荧幕，好，就是已经利用那个 PowerPoint 录制荧幕了哈。啊，然后那个当然了，除了就是随你学习之外哈，吸收之外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什么东西，就是思考。 好，思考最重要。好，思考。好，这当然这种思考不是简单的思考，而是一种苦思啊，苦思最好是从苦思什么东西最好？苦思人生。好，人生。好，人生就是为何苦？好，就是为何苦？为何乐？好，为何乐？好，然后呢？为何就是说你安详？啊，你要往这方面去思考哈。然后呢，所以。 第一步，你就是说如何哈让自己哈乐好安详好，然后呢，如何带领别人好快乐，就是幸福感。这种人最有价值。好，这种人首先你就是干钱不要去想钱。我常常讲哈，就是说你能够带给哈。 能够带给哈别人啊幸福感好，然后呢就是说哈引导别人哈就是说发挥潜能哈潜能哈，然后呢共创靠北这种位置，体验那个啦，这个是什么符号？那个是那个欧元的符号啦。 有时候电话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这 Word 哈，它有一些 bug 哈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哈，就是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个又有 bug 哈出现这一个哈，所以我常要干嘛，就是要，但我已经有知道那个经验的了哈，像这个 bug 怎么办？就是给它储存起来哈，我先给它储存，好，存档。 存在那个这台电脑好了哈，存在桌面好了，好，那个是储存。储存之后呢，我看一下还可以不可以动，还是不能动，不能动的话就是把它关掉。好，关掉之后，然后呢，再那个是把它哈这样子打开来，好这一个哈，然后那个就这样子哈，就刚刚的问题就克服了哈。好了，我们顺便就是复习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哈，我们今天就是持续就是讲这个领导哈。 领导的话，当然就是说，领导最重要之一，当然是领导魅力的哈。而且成功的领另外呢，成功的领导人哈，第一种就是他有点这干嘛叫做偏执哈，偏执这种偏执就是说偏执哈，一定要哈做满，做满。当这种人的话，你可能就是会变得不近人情。 人情哦，像一点就是像魔鬼一样哦。当然最好的呢，就是说他要有魅力、激励人心哈。这样，所以我顺便讲一下，像那个其中有一个，譬如说Tim Cook， 他是同性恋，同性恋的人他比较通常同性恋的人哈，他比较有那个同理心哈，同理心哈。当然，这个魅力就是这个是成就动机了哈。当然，因为我这边特别要强的就是黄仁勋是属于有没有他魅力很能够哈。 激励人心哈，然后呢，关于激励人心心理学的话呢，哈，但我特别就再讲一次哈啊，你那个什么东西，你打电动得到的那个成就是假的哈，哦，你很厉害哦，谁说你很厉害？设计玩具的人跟你讲说很厉害，那你为什么要干嘛？不要去，为什么要那个？不要去陷入别人的游戏中哈，陷入别人的游戏，别人设计的游戏。 你要玩玩自己的游戏，好，你要玩玩自己的，好，玩自己的游戏，好，自己的人生，好，那你自己的人生呢？不是在电动玩具而已里面，就是在生活，好，在周遭，好，去玩别人。 所谓的玩别人，不是说就玩弄他，然后呢当个渣男、渣女、败女，不是这意思哈，啊，就是带给他们这种愉悦感。
感哈，就是共创哈，就是共创价值的哈，就是共创价值哈，那个是好，就是那个是，所以当然有一句话叫做灵，这个是宪法讲的哈，我跟你讲一下哈，就是要所谓的叫做那个有一本书这样子写哈，叫做淋漓尽致地哈，自我实现。好，这个是这句话是那个连法律的文章哈都这样子写哈，这个是谁写的哈？那个是好像是这个就是说连那个什么东西，连宪法、连法律这么死的东西，连那个宪法哈，宪法好学者哈，好有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董什么成的，好像是政大的一个政大法律系哈，政大法律系哈有一个老师叫做董老师哈，他写说什么东西，宪法的目的哈就是宪法，好就是宪法的那个宪法的目的哈是干嘛，是让更多人哈淋漓尽致。尽致的那个自我实现，那为什么要自我实现？因为你生命有限，生命最终就是会，好毁灭。可是，在毁灭之前呢，你一定要好，就是说发光发热，好让自己最后有没有在毁灭前啊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，觉得自己干嘛没有白活，好活就是说觉得活得很欣慰哈。这就是那个啥，连那个法律都这样子讲哈，说人生那宪法要什么目的，就是要让好。让最多的人呢，当然是最多了哈。好，那个我这边讲那个什么东西，录制荧幕哈。那回来这边讲那个，你当一个人，当然你说其中有一个就是当庙公啊，当神父啊，哈，这少部分有这个能力哈，包含什么？当庙公、当神父，当什么东西？那个庙师父啊，师父也是这种人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庙公而已啊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庙公啊？起乩、问卜、问神，台湾很多哈，当然这也造成社区的困扰哈。他们这些人其实在干嘛？其实就是类似心理医生的角色哈，就是说，就是你生活有没有生活碰到的问题，就是你生活。好，生活。碰到无法好理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去找庙公，好起乩，好等，其实呢，都是一种，好，都是一种去那个寻找哈，寻就是因为你哈不知如何是好哈。然后呢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然后呢，去，所以呢，去寻找有没有借位，啊，借位，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做，然后呢，就是让别人有没有帮你决定，好，啊，就是跟什么东西，跟执那个碑，好，执碑一样，这叫执碑吗？哎，执碑台语怎么讲啊？哎。就丢那个，啊，怎么讲？我忘记了。好，这个呢道理哈，啊都一样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是讲说，那一般人有没有？一般人的话呢，啊为什么要学管理哈？一般人哈，那个要哈要发挥哈你的哈那个生命力。好，当然也呢可以顺便干嘛？顺便哈，就是说。不要靠自己有没有？不要靠着自己有没有种田？好，种田养鸡，好过活，好那个呢，就是不要靠自己，不是靠，就是说不是自食其力，不是有没有？不是那个孤独的哈，自食其力哈，其力哈，好像在荒岛上，好像在不是有没有像？不是像哈，不是哈，像在荒岛上哈，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生活。好，在那边一个人生活呢，你能做什么？
好，能做什么？很少，好，很少啊，就是很少啊。那你呢？就是说要进入有没有现代社会哈？然后呢，进入哈适合自己的有没有公司哈？让自己公司啊，让自己有没有有更多的选择，更多选择哈？选择那个选择那个是自己喜欢哈。然后呢，适合自己的工作，适合自己的工作哈。然后呢，发挥你的哈，发挥哈，你的那个哈，你的那个可能的潜能哈，潜能哈，就是说做极大化哈，极大化你的那个你的哈人生价值哈，人生价值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当然这边的话就是说要，就是说你就是要加入哈组织。当然是加入公司哈，公司的话呢，就是一定是哈分工合作，分工合作哈，然后呢，在好一个那个组织，啊，就是说在一个组织，那组织其实管理学最重要的就是在讲组织啊，好，在一个组织有没有先当哈，当在一个组织其实是先学习的哈，然后呢当一个哈，当一个哈小角色小。角色哈，就从这边哈开始哈，然后就是说利用组织有没有逐渐的，就是说那个是壮大自己的哈，壮大自己哈的哈自己的能力的。所以啊，你先要关于工作，先要干嘛？给自己哈心理建设。工作哈不是去给公司哈剥削。啊，不是哈，而是干嘛？有机会去学习，啊，然后呢，有机会去学习，然后呢，借由哈去学习哈，然后呢，借由那个公司的哈这个基础，尤其是什么东西？知识，啊，公司的知识，然后呢，公司的那个关系，啊，这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关系啊。关系的话，这个叫做什么东西？哈，属于什么东西？社会资本。社会资本是看不到的啊。譬如说，有些社区，哈，它就是很和善，啊，这个是整个社区酝酿起来的，这些都叫做社会资本。哈，好了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这边就想说，哈，啊，你就是，啊，在公司哈中学习。在公司中学习哈，然后呢试探，啊，试探自己，试探自己哈，试探自己哈，然后呢，发挥哈，发挥的哈那个潜能哈，潜能哈，这些都是属于什么东西？管理学哈，管理学，管理学就是讲这些东西，要管就是你管理好自己，管理好组织哈。当然这里面其实我跟你讲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哈人哈，关于那个心理学方面的哈。好，我这边就是刚刚我顺便要教你们那个录制荧幕嘛哈。好，我们就录制到这边哈。怎么办？就是刚刚不是有讲它上面有提示你哈，接下来按这个是那个 Window 键哈，然后那个 Shift， 然后按。